分手了。我不能阻止我想发生，但我会保护你。而且你不知道什么真正的危险。我就是那个让你不明白，让你看不开，让你好无奈。对了，就是那个臭男孩，让你叫天天不理睬。我刚才在笑啊，跟昨天那个笑不太一样。奇怪的是，这世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要帅要体贴又要关怀，这种男人你不存在。我没有那意思，我就是那个男人的味道。接下来是都定好了，我们再做。白痴！谁白痴啊？帮别人好一点好不好？哎！我就是那个让你不明白，让你看不开，让你好无奈。干嘛自己在那回味？知道 peace 怎么这么多？你不知道吗？我哪有？我就是那个让你失去，让你心痛，让你累的，让你一身好痛感的臭男人。我就是那个让你无法自拔，无法渴望，无法预料一身痛感的臭男人。我需要补充体力。你要喝水吗？还是要运动饮料？我需要你给我一个吻。你不要闹吧，而且叔叔还在观众席看我们呢。好啊，不然下半场我就不打了，反正连队长都闹跑。青春高，把头发弄好，要你看到我的好。我想单独跟你在一起。充满自信，说话时候你的专注眼神。他一定是想让我说出这句话，因为他满脸笑容，就是为了。要等我主动对他这么做，恶魔的坏主意我是绝对敌不过他的。好想知道你的一百分会给怎样的人，亲爱的你。抓到你们了，增加我十分。我想问亲情人，可
他是我未来的弟弟江某。等一下，阿毛你要干嘛？清月，让我们成为一对卫生姐弟吧。干嘛还要用手机讲电话？好啊，那我过去了哦。可以啦，叔叔妈妈会发现。我相信找不到有比你更好的人，你心里理想情人是几分，是否也会有我的份？那我怎么确定？说说看哦。你的缺点可多的了，像爱发脾气啊，没礼貌啊，这个大耳你现在一定觉得我很鲁。真的很鲁。不过鲁得那么可爱，所以看你根本就不想穿衣服。我炸弹了，把衣服还我。对，我承认。回忆里不断寻找每夜的爱情。